好，在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比较有难度、有挑战的47课的课文部分。先来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话，请看屏幕。他说 ：“Economy is one powerful motive for camping, since after the initial outlay upon equipment or through hiring it, the total expense can be far less than the cost of hotels。”这个逗号之前白颜色的是句子的主句，而 since 一直到句末黄颜色的当然是原因状语从句，反正因为。而原因状语从句里边呢，这个 after 带下划线的部分，这个是其中嵌套在里面的介词短语，当时间状语来用。我们先看大意啊 ，economy 是两个意思，表示经济或者是省钱。这里有上下文，这是省钱的意思。那省钱节约呢，是我们露营的一个重大的动机啊，因为我们住宾馆多贵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先看时间状语，因为在最初的这个购买设备的开销之后。那里面还有一个插入于这两个逗号中间的，或干脆通过呀来租这个设备。注意 equipment， 咱们在前面说过 ，equipment 是不可数名词，那它类似我们说的 apparatus 那个设备，不可数的啊。那么购买设备甚至设备都可以租，这之后怎么样呢？那么总的开销可能比住宾馆的开销要少得多得多。这里边出现几个替换 ：outlay、expense 和 cost 都是表示开销花的钱。但介词搭配不一样 ，outlay 后面叫 on 或者 upon， 而这个 expense 和 cost 后面注意叫 off， 所以这个功底语言功底必须好，否则一替换换错了就麻烦了。好，下面咱们看看里面一些细节。首先看看这个 economy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那你比如说 ，The Chinese economy grows at an annual rate of 8%。中国的经济是以平均8%的每年的这个增长率在增长 ，economy 叫做一个国家的经济。但2015年开始呢，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稍微慢了一些，那也是名列前茅的啊。economy 叫做一个国家的经济，但本文中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本文中是第二个意思，表示节约、节省、省钱，也用 economy。大声读一下 ，economy， 节约、节省、省钱。你像 practice economy。叫例行节约，节约节省。但注意他们的形容词不一样啊，经济的是 economic， 把这 y 去掉换 ic， 但节约的省钱的叫 economical， 就 y 去掉叫 ical， 这个但名词都一样啊。本文中是节约省钱嘛，露营嘛，对不对？不用住宾馆了嘛，节约。那么再回到句中，他说 economy is one powerful motive for camping， 露营的动机。什么做某事的动机？18课讲过 ，motive for something 或者 motive behind something， 做某事的动机，在这里面我们不讲 of， 而用 for 或 about， 这个或 behind， 不要把它用错哦。做某事的动机，比如说 ，the motive for the murder， 这个谋杀的动机；再比如说 ，the motive behind the bombing， 这次炸弹袭击的动机，这是做某事的动机啊。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在18课里出现了那个 of 是怎么回事？看大家是不是好好复习了。那在18课，就是104页第二行最后到第四行，104页第二行最后到第四行。这个书说 ，Marine studio biologis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however intelligent they may be, it is probably a mistake to credit dolphins with any motive of life saving。注意这个里面出现了 of。那么海洋摄影工作室的生物学家指出，那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但是认为啊，海豚有救人这么一个动机，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救人的动机叫 motive of life saving， 为什么这个地方加了 of 而不用 for 和 behind 呢？因为 for 和 behind 表示做某事的动机，而本文中我们这个 life saving 并不是他做这个事儿，而表示动机就是救人，而不是救人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他的动机就是救人，救人这个动机，他引出的是同位语。所以你看，同样在中文中这白舌得是不分的，英语中分得清清楚楚。那咱们在如果还听不明白，我们在复习18课讲过这个例子。The motive for the bombing is revenge， 或者说 the motive behind the bombing is revenge， 这个炸弹袭击背后的动机是复仇。这个用 for 用 behind 是对的，炸弹袭击嘛，做这个事背后的动机，对吧？
是的，我们在这就可以说 the motive of revenge， 复仇这个动机，看到了吧？这是 of 能够引出同位语吗？北京市叫 the city of Beijing， 对吧？这是这么一个啊，所以这个同样是的，我们写的时候不要把它弄错。好，回到句中，省钱是露营的强大的动机，因此因为在最初的 initial， 咱们是在生存说了最初的，那最初的购买设备的开销之后，这个 outlay 表示什么什么的开销，后面介词加 on 或者加 upon， 那它表示 the spending or disbursement of money， 花费或者是钱的支出，那它相当于 expense 或者 cost 后面叫 of 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weekly outlay on groceries， 每周购买杂货的这个开销，那去超市买杂货，那么当然这个它比 expense 和 cost 要正式一些。那么但是注意不同的词后面介词不一样，你看本句中咱们再回顾一下，那前面 outlay 后面用的是 upon， 而 expense cost 后面用的是 of， 注意这个介词不要把它搞错，这是开销。甚至再回到句中，甚至可以租这个设备， equipment 不可数名词，所以后面代词用 it， 那么总体的开销比宾馆开销要少得多。但是作者说，这个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动机。我们看第二句话，看屏幕。But contrary to a popular assumption, it is far from being the only one or even the greatest. 但是，逗号 ，contrary to a popular assumption， 这个带下划线的斜体字是一个非谓动词，在这做状语，与一个大家流行的假设正相反。与什么什么正相反 ，contrary 加介词 to 是固定搭配。为什么是非谓动词呢？因为可以前面看到省略了 being， 它是 be contrary to 与什么什么相反，这个 being 被省略了。因为李老师多次说过，在非谓动词和独立组合里边出现 being 不出意外，一般都可以省略。那么与流行的这个假设正相反怎么样呢？它 it 就是指前面那个 economy 呗，省钱呗。be far from。这个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表示根本不是，它根本不是唯一的动机，甚至都不是最大的动机。我们后面是省略了前面相关的东西， the only one 跟 even the greatest 是并列的，所以后面相当于 or it is far from being even the greatest one， 是这样的吗？后面的 one 也被这个省掉了。我看看里面一些小细节，第一个就是 contrary to 与什么什么正相反，这个 to 是介词，那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这个经常可以用它当非谓动词来用，因为前面的 being 一般是被省略的。那固定搭配可以用 contrary to popular opinion 或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与流行的观念相反。那本文中呢是用的是 contrary to a popular assumption， 与一个流行的假设正相反，这个作为固定搭配咱们可以把它记住。那再比如说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与预料的正相反，总之是与什么什么正相反，咱们可以把它记住。我们看当年一道六级真题，这一道老题了，那这一个选择题，看看啊，他说什么 popular belief that classical music is too complex, it achieves a simplicity that only a genius can create。 我们如果要是把搭配都记住的话，我们一读就读出来了，肯定选 contrary to 吧，与流行的观念相反。古典乐呢，就流行的观念认为古典乐太复杂了，其实古典乐达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简单，什么呢？只有一个天才才能制造出来的简单。古典乐是很简单的，是很这个单纯的，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那么 contrary to 这是与什么什么相反，这个填进去逻辑正确，搭配地道。那 subject to 服从于取决于，这个不通顺。那Familiar to 对什么什么来说很熟悉， Similar to 与什么什么相似，这个不同，所以选 B 是正确的。所以正确答案呢， B Choice B is correct 是正确的。好，我们再回到句中，与这个流行的这么一个假设正相反怎么样呢？ It is far from being the only one， 它根本就不是唯一的这个动机，或者远非唯一的动机。这个 far from 是固定搭配，不要翻译成离什么很远，咱反正根本不是或者远非什么什么，这是强烈的否定。那 far from 它的搭配呢，我们可以用 far from 加名词或者加形容词，前面加不加 being 都是正确的，加 being 不加 being 都正确，
叫远非是什么什么东西。即便是形容词的话，也可以不加 being， 直接放在 from 后面，可以看作省略了 being 这个词。还有一个就跟 far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后面加这个动名词，这个也可以。看一些例子吧，光看这个搭配不行。比方说 ，Your work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你的工作呀，这一点也不令人满意，非常令人失望。这个 far from 直接可以跟 satisfactory， 你在前面加 being 也完全正确。那 being 加上去到都可以。再比如说 ，The show was far from a failure， it was a great success。这个演出根本不是失败的演出，它是个巨大的成功。Far from a failure 或者 far from being a failure 都可以，前面的 being 可以去掉。再看一个加 doing 的 ，Far from relieving my cough， the medicine aggravated it。那根本没有减缓我的咳嗽，而这个药吃完之后呢，使咳嗽更恶化了。Far from 就是根本不是原肺 ，relieve 叫减轻或缓解啊。好，那么这是这个 far from 这个搭配。那我们还有在托福听力的一道老听力题，我们来看看里面也出现 far from， 看看这个题，同时看看应该选哪一个。全神贯注，就像在考场一样，仔细听好。Question number 34。You're not much of a rock and roll fan, are you? It's far from being my favorite kind of music, that's for sure.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好，我们再听第二遍。Question number 34. You're not much of a rock and roll fan, are you? It's far from being my favorite kind of music, that's for sure.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这男的暗示什么？我们看选哪一个呢？哎，正确答案选 A， 对吧 ？He doesn't like rock and roll， 他不喜欢摇滚乐。Rock and roll 就是 rock music， 摇滚乐啊。为什么选 A？ 把原文看看，看着原文再听一遍。Question number 34. You're not much of a rock and roll fan, are you? It's far from being my favorite kind of music, that's for sure.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这是一男一女的对话。第一个女的说。You're not much of a rock and roll fan, are you? 你不太是一个摇滚乐迷，是不是这样呢？Be not much of a 什么什么，就不太是什么。你不太是个摇滚乐迷，那 fan 就粉丝嘛，那是不是这样呢？第二个男的说 ，It's far from being my favorite kind of music, that's for sure. That's for sure 也是习语，在口语中用的多，这是确定无疑的。那这远非是我最喜欢的音乐，这根本不是我最喜欢的音乐，这是肯定的，确凿无疑的。Far from being 再加名词，这男的暗示什么呢？他不喜欢摇滚乐，对吧？那我们知道 far from 这个就很好做了，这很好做了啊。好，最后的句中，那么后面说 or even the greatest， 甚至远非是最大的动机。这个 or 是连词，引导并列结构啊，在后面只剩下一个的or even the greatest， 因为很多这个成分在前面出现过，被省略了。写全了答案是。Or it is even far from being the greatest one. 那个 one 后面被去掉了，根本不是最强大的动机。就是很多有钱人也去露营，所以它根本不是最强大的动机。这是与流行的假设正相反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类似的句子啊，比如说我说中文，与流行的假设正相反，蜘蛛根本就不是昆虫，甚至跟它们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是昆虫。用 far from being 这个结构，你看是不是管用啊？你看，我们说 contrary to a popular assumption， 跟前面一样，就背下来的，对吧 ？Spiders are far from being insects， or even related to them， 甚至跟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来，用这个表达也行，也能参考。好，这句话说了，作者说了，这个就与流行的假设相反，这个省钱并不是露营的唯一动机，甚至都不是它最大的动机。那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光观点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作者下面得论证。咱们看下一句话，第三句话，他拿出证据了。看屏幕，他说 ：“The man who maneuvers carelessly into his 20 pounds worth of space at one of Europe's myriad permanent sites may find himself bumping a Bentley。”他拿出证据了。The man 这个人什么人呢？后面这个黄颜色整个是个巨大的定语从句，就是他呢
maneuver 就是通过技巧来移动某个东西啊，就是那个小心翼翼的把车就开进它价值20英镑的这个停车位，在哪儿呢？后面这个带下划线的部分是一个后置定语修饰这个停车位。那在欧洲的数不胜数的那些永久性营地的这个停车位里面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把车扔到这，那是怎么样呢？威龙在这儿呢，可能会发现呢，他自个儿撞上了一个宾利车，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开宾利的有钱吗？那是著名的豪华汽车吗？那是有钱照样来录影，这是一个证据。啊，这里面有些小的细节，首先看看这个 maneuver。Maneuver 前面是英式拼写，后面是美式拼写，那是什么意思呢？ To move or turn skillfully or to move or turn something skillfully, especially something large and heavy. 运用技巧移动或使某个东西转弯，尤其是个大的而且很沉重的东西，尤其像开车呀、开飞机呀、开船呢，利用技巧来移动或让它拐弯，那可以用它。这个及物不及物都行啊，所以它既可以表示这个去移动，也可以表示后面加宾语。你比如说 ，the pilot maneuvered to avoid the bird， 这个飞行员那么通过技巧来躲避这只鸟，因为鸟撞到飞机上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就是来移动这个飞机。这个没有宾语，它也是正确的，它当不及物动词来用。那我们看再当及物动词来用 ，we attempted to maneuver the canoe。Closer to him， 我们试图呢来移动这个独木舟，离他更近一点，让他上船，而避免一脚踩空掉河了去。啊，运用技巧移动或使拐弯叫 maneuver， 及物不及物都可以。本文中是小心翼翼的在把车开进，价值20英镑的这个停车位，这个里边 twenty pounds worth of space， 这是利用了咱们三册第15课讲过的一个固定结构。就是价值多少钱的多少东西啊，非常简单。前面金钱再加名词 worth， 这个不是介词了，是名词价值，再加 of， 再加东西，价值这么多钱的这个东西。那这是我们三册15课就讲过的结构。那我们看三册15课的课文题目，叫做 50 pence worth of trouble， 价值50便士的麻烦。前面是50便士，后面加 worth of 再加麻烦，价值50便士的麻烦。那再比如三册第6课里面也见过。They had got away with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diamonds. 他们就抢劫犯已经带着价值数千英镑的钻石逃之夭夭了。数千英镑加 worth of 再加钻石，价值数千英镑的钻石，哎，是这么来说。我们在复习当时在三册里讲过的 Friends， 哦呦，这是个老美剧了，老友记中的这个片段，不知道咱们大家同学还看不看这个好多年前的一个美剧。咱们看里面一个片段，他是这么说的。How was the date? Well, I'm alone and I just bought $15 worth of candy bars. What do you think? 哎，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么一个片段，他说 ：“Russ 说 ，Well, how was the date? Russ 碰到了这个 Rachel， 他 Rachel 刚跟一个男人在约会。Russ 说，哎 ，Well 是意思，哎，怎么样啊？这个约会情况怎么样？已经过去了吗？一般过去时，那。” Richard said, well, 你看吧 I'm alone and just bought $15 worth of candy bars. What do you think? 就是你看我现在一个人待着，并且刚刚买了价值$15的这 candy bar， 就是长条这个糖果，类似于棒棒糖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对吧？如果两个人谈得很好的话，我们现在正在吃海鲜吃鲍鱼呢，对吧？有可能被放鸽子了呗，对吧？或者对他不满意，一见面就分手了，就这个意思。你看 $15 worth of candy bars，价值$15的这个棒棒糖啊。好，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How was the date? Well, I'm alone and I just bought $15 worth of candy bars. What do you think? 哎，这是价值多少钱的东西啊？这本文中是小心翼翼的把汽车开进它价值20英镑的停车位啊，然后在欧洲数不胜数的那些露营地里边，这个永久性的营地。这个 myriad 是个书面语，就是数不胜数的、无数的。myriad 我们看是一个书面语，表示 uncountably many， 数不清的多，就是无数的、特别多的。那比如说 ，the myriad fish in the ocean， 大海里数不胜数的鱼，无数的鱼，这无数的叫 myriad， 用这形容词。啊，
那么可能发现怎么呢？他自己撞上了一辆宾利车。这个 Bentley 就是我们一般翻译成宾利，咱们书后翻译成本特利，这个一番别扭啊。咱们一般现在叫宾利车，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在马路上见过这种超级豪华汽车，那叫宾利车。咱们看看车标吧，更大一点，就中间一个大的字母 B， 哎，两个小翅膀，这是豪华汽车，得好几百万这种宾利车，说明这么有钱的大款儿也来露营嘛，说明这省钱并不是主要的动力。好，再看那么下一句话第四句，他进一步还有证据，他说 More likely Ford Escort will be hub to hub with Renault and Mercedes but rarely with bicycles made for two. More likely 这是做状语了，更有可能的是那这个 Ford Escort 就是一种低档的福特车，一种比较便宜的家用型汽车，就是这个福特公司开发的，就类似我们说奥拓这种便宜的车。Will be hub to hub， hub to hub 就是并排停放，这个 hub 就是车轮子那个轴嘛，车轴对车轴的，就是车并排在平放。这个 two 是表示这个脸对脸的碰到一块了这种。那么跟什么？跟雷诺车，这是用法国的一种中档车，还有奔驰车，这是高档车了，并排停放，就是低档车、中档车、高档车都有，但是很少与那些二人骑的自行车这个同时会出现。这骑二人骑自行车可能是一些很没有钱的大学生了，就是你看各种家庭都有。Ford Escort 是低档车 ，Reno 雷诺中档车。奔驰高档车，还有刚才的宾利超级豪华汽车，那么说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说明呢这个省钱并不是最大的动力，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看看里面那些这个表达，首先 to 是这个看一看这个 to hub to hub， 这个 to 很有趣， to 在这儿这个介词叫紧靠着面对着，叫脸对脸这个感觉啊，经常用两个同样的词儿并列。你比如说 stand face to face， 面对面站着， face to face 在这儿做状语来用。那再比如说 sit back to back， 这是怎么回事？背靠背在坐着， back to back。再比如说dance cheek to cheek， 跳贴面舞，面颊贴着面颊，跳贴面舞。再比如说我这个cars queuing bumper to bumper， queue 是排队的意思， queuing 是后置定语了。那么这个防撞杆对防撞杆，车前面后面往往有这个 bumper， 就防撞杆一个大铁梁，防撞杆对防撞杆就是车头碰车尾，车头对车尾排成一字长车阵，这种感觉 to 叫紧靠着紧挨着，这个可以同时接 hub to hub 呢就并排放， hub 是车轴那个车轮的中间那个轴嘛，车轴贴着车轴并排停放，这个意思。好，那本文中这个 hub to hub 怎么说了，就是并排来停放。hub 是车轮中间的轴嘛，车轴碰车轴是并排在停放，各个阶层的车都有。但很少呢与 bicycle 自行车 made for two， 就是二人骑的自行车，与这个同时会出现。这个 for two 就是二人，就不用说 for two people 了，因为一定是二人，不可能是二狗，所以那个 people 就是废话了。你看我们记得三册就讲过这样的句子，I'd lik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two， 我想预定一个二人桌。 A table for two 就不用说 a table for two people， 因为不可能是二狗坐桌，一定是二人桌，所以 two people 就不用了，十个人的桌子 a table for ten 就好了。好，这是第一段，先开明综艺的指出这个露营啊是本文中的核心话题，但是露营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它主要的目的呢并不是这个为省钱，这引出一个话题，那露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二段作者会详细的这个铺陈开来。好，第一段跟老师先看到这儿。